别撞我，哎呀，别撞我呀，气死我了，小样，现在我要吃好多好多的鸡腿大汉堡，我要让我的肚子也变大，这样我就可以打败他了。哼，刚刚居然把我给撞飞了，等我变厉害了，我呀，我要把你撞得更远。哦，吃寿司喽，哇，滚起来吃，哇，面包热狗，嘿，他居然还有帮手，带来个帮手算啥呀，哼，我呀一下就把他撞飞了。哼，你们居然敢帮他，哼，自不量力，我呀吃大汉堡喽，哎，吃个大面包喽，再吃个大汉堡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肚子好大呀，都走不动了。哎，刚才不是200公斤吗，怎么变成188公斤了？哦，不要再消耗我的能量了，因为我还没有打败我的敌人呢。哎，可是不不不不，还要继续吃，还要继续吃。哎，继续继续，再吃个面包，走喽走喽，哎，把它撞飞，变成198公斤，够了够了，对付它足够了。哈哈，我来了，知道怕了吧，谁让你刚刚把我撞飞的，现在吓得腿都发抖了吧。哈哈，我今天要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